哎，咱不说买羊的，刚才拜完日回来了，就在那路后头那个道上，全是买羊的。是啊，带你我说去那看看，你说要买俩羊，带你那看看，合适要买俩。你走，走吧。马上出发。走。啥羊的有有我跟你说，到那看看合适呗。你看破这破了都不好扭了，借两把地行。 慢点儿，慢点儿。慢点儿往前走，哎，慢点儿往前走。别说了，可跑！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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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
真没来。哎，叶主任，啊，你爹了？西瓜手机呢？啊，这俩出来了。那西瓜手机呢？没有。啊啊！这边过节没养嘞，俺这都说没养嘞。现在养多少钱？买嘞，没事，买了人家是呗，人家买嘞，都在心里边过钱。一千零五十年的啊！一千零五十年的。一千零五十。你买俩的看看嘞。哦，这西瓜手机呢？啊，走了啊。买的是。这小鸭多少钱？这多少钱？七百。那家牛肉这个，家那个。这啥羊？我是谁？这羊贵呀。这好喂呗，这羊。这样好。是啊，看这羊好。咱不懂，咱俺家那个看见刚才人家跑了那个，俺那个跟那个不是一样，俺那不大个体就是，走。多少钱这羊？啊？这小羊多少钱？要了，要两万嘞。要两。要两多少钱？不跟你说谎，1000块钱，两。这小的呀，这么多一多月了，好的贵，伢做好的倒海多了，好的贵，太贵了，不能再这点儿，太小呗这，不能太小，大的1000多，大的是啊，是啊，伢那个是七百，伢说，来往这边看，看有合适的呗，我家这羊不便宜啊，啊贵嘞，再贵下咱俩注意不懂哎。不买那个大的，不买，对，买小羊，不买大羊的。看吧，有合适的就买，没合适的也不买。嗯。多少钱？要多少羊母的？要一个母的吧，咱。一公一母。多少钱？3500。哇塞，这么贵。这羊多少钱？啊？一个750。贵的。价格很高，人家这个羊，这羊多少钱？七百一个。他这羊长得挺好看，你看，黑头，黑脸，这是。这个羽绒服装的。嗯。这羊不难看，这价格羊毛绒有点贵。买个稍微就也不叫太小的，就是中等的呀，好养是吧？这么大的都得。嗯。再来往里面看看，这个羊大，这羊大，这羊价格贵的，这多少钱这羊？啊？就是这个小的，这小的不能卖，不能卖，小的不能卖。哦，这俩是卖的是？那俩太大了。这羊多少钱？啊？不是你这咱这实打实的对你多少钱？这周粮，光这粮。哦。多少钱要？你多少钱能卖？俺也不懂，俺就是想喂俩羊，就是不喂到年下。实打实。哦。这是那我老师让你家这多少钱？这俩挣了700一个。嗯。
1350。这俩都是工地啊。那家伙这羊贵。这不点，买不了。说咱俩又激动又高兴，满心欢喜过来买羊来了。到这一问价格。不像刚来那进来啊，身材不一样的过来了，一听价格不点，合适。不拉登那小羊还得1000多块钱，是吧？也不大，那俩哦，1000多，一对1000多，一个羊都合700块钱了。对，叫我很划算。对，等等看看吧，看看这有便宜了怎么买俩。俺也不着急，有合适的都买，不合适咱不买。走，回家吧。走。